阿丽塔，我都开了2个小时了，还不肯告诉我任务是什么吗？亲爱的杰森，你懂规矩的。目标指示了。嗯，就是前面那辆黑色的加长款轿车。这车看上去就不是普通人坐的吧？当然，这可是价值6000万美金的任务，里面坐的是总统。什么？总统？总统不都有大队人马保护的吗？傻瓜，会让你看到的车队里面都是总统替身，真正的总统都是低调出行的。那怎么炸呢？很简单呢，靠近那辆车，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把炸弹装上去就好了。可是加油，干完这一跳你就名垂千史了。新货到了，这次的成色怎么样？听说以前是个冠军哦，那这次一定很有趣。就是，上次那个太弱了，希望能活得久一点哦。Thank you.
记住，完成我们的任务，失败的话，就把你的头炸上天。在这里，最长的生存记录是314天。死的时候，不要把车厢弄脏。我们会提供食物、水果、咖啡、啤酒、空调和 WiFi。但是，如果需要那个服务，可以联系6073-7126。这里的东西都需要付费，但我们不收比特币。哦，对了，车里没有大小便设备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车厢弄脏。